小瑞瑞，飞，你说你这是走路不说穿的坏习惯，什么人能改一下？西装穿太乖，买了一个大老背，买回家去做菜。为什么？太鱼。国人。市场菜太贵，买了一个大老背，买回家去做菜。西窗菜太贵，买了一个大萝卜，买回家去做菜。没有觉得难吃啊，只是觉得有点淡。想提前 get 更多独家剧透吗？扫描二维码关注爱奇艺电视剧微信公众号，或搜索爱奇艺电视剧官方微博，带你解锁追剧新姿势。